介绍你们。哎哎哎，不好意思，刚有人穿了，再次。好，欢迎收看下班工坊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飞。哇，还是有很多电影好看呢。哎，是壮壮哎，我刚才想说是谁一直这样子走来走去啦？怎么会到这里？阿飞在这里。对啊，我们在录影啊。阿飞没有发我。哎，这么红。怎么没有找我？有我，既然你都这样讲了，不然就一起好了啦。一起吗？对。现在通告这么好上哦。嘿呀，对，既然人来了，就一起来。那我们到西门町啊，除了看电影之外，我在吃东西了吗？你还带着小礼物来啦？可以。我们看电影吃饼干，对。你知道现在财神刀过年来了。嘿，西门町今天有重大活动。西门町有活动？这什么活动？今天呢，西门町有百位财神快闪发红包的活动，好棒哎！过年到了，阿弟弟一定要拿红包一下。走，带我去抢，拿好看的。快点，走。奇怪，壮壮，你说快闪活动在哪里呀？马上就要来了，你看，来了！哇，财神的有财神爷耶，好壮观哦！来了，而且好多位哦，好多。大家迎接财神。没想到在2020的第一天就能得到这幸运的开运红包，不过好运可不止这样哦。壮壮说，接下来还要告诉我们一个让我们抽到万元红包的机会哦。刚刚财神爷快闪活动真的好好看哦，是不是超壮观，而且超级应景的？我觉得喜气洋洋哎，真的。但阿姐，你有没有看到？财神爷身上有玄机哦，有哎，他身上写一开币有乐是中奖率100%。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他，哒啦！哦，有关系。2020这一次过年的整个限定过年包装，有没有？安弟弟，就是这一次的一开地有乐事，里面呢让你100%中奖哦，而且最高金额有到5位数。我为什么个10、100、1000？哇，至少有10000块，对不对？No， 不止，最高奖金有到88888！哇，太有诚意了啦！88！壮壮，我想赚红包，那要怎么兑奖啊？非常的简单啊！我们的这一次限定红包袋的这一个乐事包装，上面呢有一个 QR code， 哦，先扫下去吗？对，加入我们的 LINE 账号。哎，出现了耶！就是这里，点它输入序号领红包。那序号在哪里呀？如果你饼干吃完的时候呢，千万不要把我们的红包袋给丢掉，玄机就藏在这里面。哎，真的有哎，这里看一下，送出，哦，送出，哦，真的有中奖哎，好棒哦！赶快把红包吃完，哇，真的是太赞了啦！
没有想到这个过年的限定版里面还有这红包可以输入哎！回家我扛一箱回家。一开币有乐事，中奖率百分百。现在大家是不是想立刻买乐事新年限定包来试试手气呢？嘿嘿，好康不止这样哦！节目最后还有加码好礼，千万不要错过喽！刚才我们看了好多包，真的每一包都有奖哎，每一包都诚意十足哦，所以呢，这一次乐事非常的棒，一定要选购这一次2020的新年限定款，还是好多口味，超级开心。对，但是如果没有参加这次快闪活动的话，怎么办呢？赶紧到小飞还有宋宋的粉丝专页，我们还会举办抽奖活动哦，而且告诉你们，最大奖有可能抽到一整年份的乐事哦。那我可能不会想让你们抽了，我自己很想要一整年的乐事哦。好了，我们讲个吉祥话好了。好，